错了，嗯，错了。他真的又瘦了，我就这样抱着他，我的天哪！你看，就是这种，我一个手就能把他抱得过来。我跟你们讲，羡慕吗？我不羡慕，羡慕，我不羡慕，我不羡慕是假的。我觉得大家应该也会羡慕。哎呀，星星子半个身子都抱不过来呢，对不起。我给大家。